新店子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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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味道啊，老师傅老味道，在这儿呢啊。哎，同志们好，同志们好，我今天在做一道传统老菜，叫做京酱肉丝。大菜啊，师爷今天辛苦了。我呢，今天现在把这个里脊去了皮子，给切点里脊丝。但76岁啊，国宴老厨师是吧？荡两下，不是太快是吧？对，我今天不骗了，因为啥呢？在家呀，你们要跟我骗，要没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基础，怕你们骗到手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呢，采取啥办法呢？这个是切下来顶着的是吧？对，这样的。里脊呢，一定要是碎丝儿，碎丝儿呢，我现在呢就这么切啊。对，这样也可以是吧？对，看，哎，一抿，哎，这个丝儿不能太细是吧？这太细了不行啊。哎。这个薄厚，两个硬币厚就行。哎，好，肉丝呢，把刀呢前后就是拉着切，哎，一推一拽。你那边在家啊，要切不好，把这个肉冻一冻。对，那更好切。冻一冻再这么切是吧？更好切。那是好切。我现在呢，给它外边底口啊，半勺盐。少来一点，这肉丝不少啊，这样。对了，肉丝不少了，来点花椒，来点胡椒粉，抓一下。加点蛋清，让它更滑嫩是吧？对，肉丝啊，来点水淀粉，搁凉水泡的淀粉啊。对，这土豆淀粉就行。黏糊的啊，黏糊的。今天呢，选这里脊啊比较干爽。哎，我们再给它加点油，最后封口，封口。OK， 好。我们现在切点葱丝。就选用葱白是吧？啊，这光要葱白，葱心啊，干别的啊。这个葱白呢，我们现在是这样，给它打开，斜刀啊，一定要斜刀。斜刀把这个筋是吧？对，切断。切断，不塞牙。也叫眉毛葱吧？对，这就是眉毛葱。葱丝稍微多一点啊。京酱肉丝，京酱肉丝就是甜面酱，这个甜面酱啊叫京酱。也叫京酱，甜面酱出自于原始呢，是出自于山东，它是发酵的起源是吧？哎，但是北京用的甜面酱是最多的。这个京酱肉丝呢是一个，还有那烤鸭呢？对呀、啊，烤鸭那个烤鸭它是用这个甜面酱。再一个呢，这个北京的炸酱面里头，哎，也有甜面酱，哎，也有干黄酱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甜面酱在北京用的非常广泛。说东北人我们吃这个今天那个做这个京酱肉丝还一点不同在哪儿呢？加点啥吃？干豆腐。嘿，对，这个卷香啊。这干豆腐在北京啊，京酱肉丝没有干豆腐啊。对对对，但是呢这个京酱肉丝搁上干豆腐特别有风味啊。它干豆腐也行，这鸭饼也行啊。哎，都行是吧？都可以卷着吃是吧？卷着吃。哎，这干豆腐呢就给切成四方块就可以啊。好嘞，我这边烧水啊。烧水呢，干豆腐烫一下啊。这京酱肉丝啊真是好长时间没吃了。对呀、啊、在家里做也这么方便。过去啊这个饭店是家喻户晓。对呀、啊、到饭店必点的，必点的京酱肉丝。当年在80-90年代也是风靡一时吧。对，现在没有了，少了，很少了是吧？非常少、嗯、捞出来开锅是吧？好，十多秒就行。哎呀，这干豆腐香。油温看看，搁筷子冒小泡啊，少放一点油就行，在家里。对了，看看下去之后先不要着急，这个在家就这个肉丝还是滑手是吧？对了，这个水穿不好。对，哎，先切这个豆，哎，变色了，控控油，捞出来，就是这么快是吧？对，要吃的嫩多。现在开始炒酱啊，甜面酱。锅里来点油。对，锅里来点油，炒酱了。这个油温呢不要太高下啊。炒酱里还得带点肉丝儿呗。没有，现在带里。看看，由低温变高温，高温完了炒出酱香味儿、啊。对，火不能太大是吧？对了，来一勺
花椒面，花椒面，哎，这个提味儿啊！来点糖，几勺糖？三勺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来点水，少来，好。半碗清水，热水啊。酱炸到现在的，它叫、哎、叫啥呢？叫眨巴眼酱，就那个那泡泡直眨眼，咕嘟咕嘟咕。对了，肉丝儿。好嘞，下去去。咦，金姐，又是饱餐一顿呢、啊，这啊！看这肉丝，这是经典了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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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味道啊，老吃有老味道，在这儿呢啊！哎。最后来点香油，哎，一味儿啊！看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嘎嘎漂亮。干豆腐啊，给它围一圈儿。哎，这干豆腐呢，是我们做这个京酱肉丝东北的这个特色的啊做法啊。这个做法就是加了点干豆腐，对，加点干豆腐基础上，对，这个加薄饼啊、干豆腐啊，这都可以，但是普遍都加干豆腐。哎，这个呢，大家都非常南方叫豆皮儿的是吧？南方叫豆皮儿，嗯，这个非常喜欢啊。这就是传统老板的京酱肉丝，哎，它是我们人间的也是一道美味是吧？美味呀，美味啊，漂亮，鼓掌，真是漂亮。尝尝吧，我来一个啊，哎呀，带点底下带点肉丝，带点那个葱丝儿，葱丝是吧？葱丝儿呢？这呀，葱丝在底下吗？把肉给盖上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就看这菜好不好吃，清不清口？哎，就这么卷着来呗。对，往嘴里一搁，大两口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香甜，满口香啊！嗯，这菜呢，这个要点是啥呢？肉丝儿切完之后要上浆，滑的时候要掌握温度，温油温不能太高。温油一下啊！再一个炒酱是个。关键的火候要炒出香味儿，对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酱香味基本上酱香味呢才能释放出来。这个菜呢，虽然动了点油火，但是呢也很简单，在家要掌握这要领，你在家做完全可以复制。这个菜是年轻人很少吃的啊。对呀，但是咱们得给它活用。对，这在家呢是咱是每天吃每天喝，哎，吃出健康乐呵呵。嗯，哎，好 ，OK， 每日烟火气尽在老饮记。